的选举非常重要，选唔到党，台湾会变香港；选唔到党，台湾会变香港。看到香港这么乱，大家要争取恢复投票自由，都，这拢是咱大家看会到的所在。所以为着台湾要较好，台湾一定要赢；为着宜兰的建设，宜兰一定要赢，宜兰会较好。所以，请拜托大家。最后，我跟我太太深深地鞠躬，多谢大家多年来的支持。咱对省议员、对国民党的代表、对两届立委，和大家支持、疼惜，大家开钱、开时间、甲后壁支持，后壁会坚持咱议员的精神，清廉、清净、爱乡土，甲大家共同打拼。而且深深鞠躬，感谢大家。祝大家万事如意，家庭幸福美满，感谢大家。好，非常感谢，感谢咱认真拍拼，咱来当后边办立委，咱来。